纯甘露，我回来了。上一集呢，我跟 Nikki 带你们来 discover 纯甘露这边的 Terapuri Heritage Village、Taman Tamadun Islam、Noor Zahira Complex、Chinatown， 还有我前面的 Crystal Mosque。这一次，我们将拥抱大自然，投身大海，带领大家探索大自然生态的奥妙。等等，你是谁啊？我就是这一集的旅游嘉宾。怎么我没看过你？我也没有看过你。How can you not know me？很热，你们懂吗？最近的 YouTube 的节目越来越红香哦。当然红啊，因为我够红啊。想当年我上节目的时候呢，粉丝一二三。你们有没有看过船漂移的样子？就是刚才这样漂移，请看刚才的画面，请看刚才的画面，请漂移。然后漂移的时候，只有男生会喊，女生是不会喊的。所以你们两个是女生的、哦，你们都有喊啊，我没有喊。我有喊呢、欸，我好紧张哦。然后，哎、欸，那个毛毛的东西给我，我不要，我要那里，那里比较毛。他很喜欢毛毛的其他。哎、欸，真的嘞，我跟你们讲哦，我们自己好像在本地啊。KL 是吗？去看了他们那些喜羊拔出来的是没有毛的，其他都是没有的啊，其他都是没有毛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有清洗过，有刚采出来的，因为外面的都有清洗过。哦，有清洗过，应该是他们刷过，刷过，所以才没有毛。但是哦，我觉得有毛的很可爱耶。现在我们正在登嘉楼的 Statue Wetland， 也就是海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不是是最适合拿来养生蚝的？生蚝哦 ，OK。可是你觉得我们那个盐水跟淡水呢，有没有味道有没有不同？因为刚才我一路来就嗅到很重的咸味。对啊，刚才一路来这个路程的时候呢，那个味道是很重。但是你上到来这一个地方啊、哦，那个风没吹那么大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是还好的。对，嗯，可能是我们习惯了吧。是啊。可能吧。嗯，那你知道生蚝其实对男生是非常的补的哦。真的吗？可以壮阳。壮？我不需要。不需要吗？不需要。可以夜夜笙歌。够了啦，我不需要啦。啊，那里有鱼，我们去看吧。等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龟吗？对呀、啊，你猜得到这是什么龟吗？我懂，这叫西瓜龟。聪明。为什么叫西瓜龟呢？你看它的纹很像西瓜，一粒西瓜这样，看到吗？看到吗？我只知道它的脚很长，一直抓到我。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咸水泥龟耶。咸水泥龟？对。然后呢，其实呢，这种乌龟呢，它是属于濒临绝种，在就是说在这世界上已经差不多濒临绝种的一种乌龟之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养殖场，然后让我们现在就是体验一下，就是对，去放生。放生。然后你看啊，后面也有好多人现在都在放，就是在放着这些乌龟。
那他迫不及待的想进河流了，因为太热了。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地方呢，然后把他们放生。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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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咸水的地方。现在我要示范我的小龟龟了，你看到吗？小龟头已经探出来了。然后要怎样跟他道别嘞？拜拜啊！快高长大。OK， 好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哦，走了走了走了。因为他还退后哎，他怕哎。还小吧。来来来。好了啦，可以拍那个水了。龟龟龟，去寻找你的天地吧，拜拜。好快乌龟赛跑拜拜走吧快走快走太很热了很热好热下水了下水了还是很干的、啊、好舒服哦拜拜要唱 Kiss Goodbye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地被你打败。我的龟，我会想你的。我会祝福你的。再见，再见。我要吃饭了。其实我是因为肚子真的很饿，太阳很晒。Drama Queen， 走吧。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登嘉楼最
大的人造湖 Canyon Lake。 而现在我们要上船到哪里呢？我们走走看吧，去吧，走吧。出现了，这么多天之后我终于出来了。你好这边我是泰 Kelvin 是跟那个什么 Yuki 同组，你看 Yuki 走到前面去了。我是 Peter Mela， 我要让他先走。你应该模仿我那样，我的朋友呢？什么朋友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吉罗鱼，这边就是吉罗鱼的保育中心啊。你看我这样把脚伸出去，我好舒服哎。脚不是植物人，滑滑的，好有 fish bar 的感觉。这很大鱼的 fish bar。哇，大家有吸我的脚。哇，Oh my god！ 昨天上来昨天受伤了，昨天受伤了。不要被人家讲节目虐待鱼，是你恶心。不可以，我真的感觉。两只手拉。再见。这好舒服啊！两只手，按着他的头顶，按着他头顶。你站得掉。好了，吉罗鱼，哇哦，它抓我的脚趾头，抓小奶头，哪个嘛？什么头？没说小奶头是他做的。什么头？头。我想看见那个冰的裤。什么冰令？就觉得是在一起很吃的鱼，滑滑的东西里头，然后还有一直在闻你啊，他咬我呢，大腿。你要走起来就踢。哎，其实蛮舒服的，就很像他们就在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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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他你分，咬我的下面。谁在你床上？我要下去了，真的假的？记得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要穿泳装，
记得就要穿长一点的裤子，不然就像他这样，鱼不被咬。然后因为现在鱼很会钻，它会钻进你的 life jacket 啊，钻进你的衣服，钻进你的裤子。如果你穿短一点的话呢，它可能会钻进你的裤子。如果咬到什么的话呢，我们就不负责任。对，鱼也不能负责任，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只。这里太多了。还有手指可能会被吞掉，你看。又要他们了，你们又要来了！蒂芬妮啊，你怎么那么兴奋啊？我们可以去看大象。大象嘞！大象在登嘉楼哪里有大象啊？只有泰国才有哎。这里就是 Kenya Elephant Village 大象的保育中心哎。啊，大象，还要去看大象啊？我走了一整天很累了嘞。我不累，我不累，我还可以跑。大象，我也很想去看。你说不？你到了没？要我走这样，要我走这样高的桥，好近啊！你不是说要看大象吗？那边好像，那边更高哎！我不要啦！那边很高哎，神经啊！这还 OK 啦，这个你不要望下去啦，这还 OK。我宁愿给大象追，我都不要爬上去那个那么高的那个桥哎，神经病的。上面还有呢。要摇那个青蛙喂，我跟你说。成功，跳舞成功，他已经冒汗了，他跳完这个重法。出的。很高。他感动了。我终于过到了。但是真的很高，不是开玩笑。
大概我们会有十个 pose， 十个会在海边做的事情，然后呢由周老领衔主演。谁是周老？周导，周粉，我们的周粉导演。因为他说最厉害的人呢是最会表演的。什么？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也是没有的。有下面。开龙。嘿，上来喽。他会勾着你的下面。还勾着你，还要勾着你的下面了，勾着你，就确保你不会从那个救生衣上面掉下来。好凉快哦！很热，可是很凉，对不对？可是那海水是咸的，海水当然是咸的啦。不然海水是甜的吗？那个鱼的也是咸的，我的尿。我觉得那个水温温的了，没有了，我刚上厕所来了。现在你们要干嘛啊？我们现在要往那个深海那边游过去，然后看珊瑚看鱼。然后呢，周导呢，其实就在那边拿着 camera， 很可怜的一直在等我们过去，然后之后呢，他才可以下水。所以我们现在要往那边出发，好让周导可以快点下水。走吧，可以下海。拜拜。洁白的沙滩，还有蔚蓝的海洋。虽然事隔那么多年，但是这里的海滩依然的洁白，海洋依然的蔚蓝。天气好热啊，不跟你说这么多了，我们去喝默默茶。
one latte, please? Yeah, sure. Hey, have you ever been to Malaysia? Check this out. Hey, you wanna play?